你以为你能这么容易就从黑风寨逃出来？告诉你，我已经派人暗中监视你，这么快能找到你娘，还多亏了你。哈哈哈哈哈！树妖，你太卑鄙了！卑鄙？我怎么不觉得我卑鄙呀？告诉你，老狐狸。 你还是束手就擒吧，省得我们伤了和气。呸！我跟你还有什么和气可谈？动手吧！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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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我今天要把你们一并收了。你这个树妖竟然如此猖狂，敢在我罗刹镇撒野。哼，这件事与你无关，请让开。我要的是狐族的性命。你别忘了，这是罗刹镇，敢在这儿抓人没那么容易。好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给我上。
狐狸，这次我看你们人多势众，我就放你们一马，下次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！哎，走了，走走走，终于终于走了，没打过人家。小倩，小倩，娘，娘，小倩，娘，你还活着？娘，对不起，女儿不孝，让你担心了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娘，小倩，小欢，姐姐，太好了，娘。来，祝贺聂夫人一家真正的团聚，大家干一杯。来，来，干杯，来，干，干，干。上天真的是待我不薄啊，让我在有生之年还能和小倩小欢团聚。娘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再也不分开了。对对，再也不分开了。小倩，你可再也不能自作主张了，娘可再也经不起一点折腾了。女儿知错了，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。当我听说狐族被灭，你和小欢生死未卜，女儿真的是追悔莫及。哎，小倩呐，这事儿也怪不得你啊，就算是你在，我们也不是黑风老妖的对手。哎呀，那天多亏了陶晋暗中相救，不然我和你娘还真的是在劫难逃啊。舅舅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是谁救了你们？陶晋啊。哎，难为了这孩子，不知道他回去以后怎么向黑风老妖交代呀。小倩，你以后可要好好的对待他呀。陶晋哥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为什么不解释呢？是我错怪你了。聂小倩已经来到罗刹镇，是陶晋放走了狐族。小欢姑娘，小倩安全回来，你好像并不是很高兴啊。怎么会？我只是，想到都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，才让树妖他们找到这儿来。我对不起大家。娘，对不起。傻孩子，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这个黑风诡计多端，你哪里是他的对手？只是，血魔，如今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，这个黑风老妖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们要是再在罗刹镇待下去，恐怕会连累大家。聂夫人尽管放心，一切有我，你们只要安心地待在这儿就行了。这怎么还信不过我？各位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，先告辞了。这罗刹镇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这些分明都是妖魔鬼怪，刚刚却会齐心抗敌。他们以前的确是无恶不作的妖怪，但是现在全部都已经改过自新了。血魔建立了罗刹镇，就是为了帮助他们重新改过自新，给他们一次重生的机会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啊，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能擅自行动。现在好了，打草惊蛇，血魔他肯定早有准备了，要控制罗刹镇就不那么简单了。你当时为什么不被他们给杀了，省得回来碍眼？树姥姥，你这次可是因小失大，难辞其咎了。师父一向神机妙算，早有计划。好了，
这下全被你搞砸了。属下该死。主人，我再怎么错，这罗刹镇的人也不该这么对我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黑风寨的人，他们这么对我，分明是不把主人放在眼里。罗刹镇高手云集，那血魔又不知道在打算着什么，我看不如一举将其歼灭。启禀主人，血魔求见。血魔？他还敢来？血魔，不请自来，有何贵干？难道黑风大人不是一直在等我吗？妖界都知道，罗刹镇一向不问世事，也从不参与任何门派的斗争。凡是进入我罗刹镇的人，不管之前做过什么，一律既往不咎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向黑风大人讨个人情。狐族已经剿灭，不会再对黑风寨构成任何威胁。如果我保证聂家的人不会再向黑风寨寻仇，黑风大人是否可以就此放他们一把？好吧，只要你保证聂家从此不踏入罗刹镇半步，我就答应我和狐族的恩怨从此也就一笔勾销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血魔带聂家谢过黑风大人，告辞。不送。弟子不明白，师父不是一直觉得罗刹镇是心腹之患吗？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，血魔自动送上门，为什么不干脆把它解决掉，一了百了呢？要成大事，就得沉得住气。血魔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对手。重要的是罗刹镇里面住着各路的妖精，如果能把他们招至麾下，那我们黑风寨势力就无人能及了。这笔账你要好好的算一算了。是，弟子明白了。请进，恭喜，请进。恭喜，请进。谢谢，请进，谢谢。恭喜，恭喜，请，请进，请进。恭喜，谢谢，谢谢。恭喜，请进，请进，请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，恭喜。快看看，这真是我见过最美丽的新娘子了。那还用说，月容姐花容月貌，那个宁采臣啊，算是有福了。嗯，来，我们去照照镜子。来，照照镜子，看一看。月容姐真的好漂亮，羡慕吧？是啊，看看我们月容姐多漂亮啊！那当然了，月容姐，祝你幸福，祝你幸福啊！嗯。小倩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啊，小倩，是你吗？小倩，少爷，及时到了，老夫人让您换洗衣呢。小三儿，平日我待你不薄吧？少爷，自从老夫人收留了我，我就一直跟随在您身边。小四虽然是家里的书童，但是少爷对我就像亲兄弟一样。嗯，我从小到大没有兄弟姐妹，一直是把你当我的亲弟弟来看。现在你哥哥我有难了，你肯不肯出手相救啊？少爷对小四的好，小四都知道。如果说让小四死的话，小四也无怨无悔。可是如果说放少爷出去的话，那是万万不可的。你明明知道我不能娶月容姑娘的，这样做的话会伤害三个人。小四儿，就当我求求你好吗？从小到大我也没求过你什么。少爷，您就别为难小四了，这世上除了您，我绝不能违背的就是老夫人。真的，我真的不能把您放出去。好吧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
兄弟，对不起，这样就不会为难你了。夫人家排场就是高兴了。是啊，大家快看呐，新娘子出来了。少爷逃跑了！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刚才给少爷换喜服的时候，他把我打晕了，他就逃跑了。少爷逃跑了！岂有此理！你胡说什么？诸位，没事儿没事儿，稍安勿躁。小倩。小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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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倩。小倩，你在哪里？你说过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。我也向你保证过，我不会娶别人的。你在哪儿？在哪里？小倩，小倩，我还以为这辈子你都不会见我。伯母的事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解释了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嗯，娘都告诉我了。如果不是你救他们，他们早就没命了。头巾哥。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了你。没事的，只要你不怪我就好。小倩，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害怕失去你，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。这下好了，什么都过去了。小倩，让我们还像从前一样，你说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一切都会回到最初。陶静哥，现在黑风寨和我们狐族已经势同水火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张扬为好。小倩，你说怎么样就怎样，我全都依你。聂小倩，掉下悬崖都摔不死你，为什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
终究你还是忘不了他。忘不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如今他已经是别人的丈夫了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放心，等狐族和黑风的恩怨一解决，我就和陶晶一起随你入山修炼，再也不会过问世事。赶紧送他去冰窖。好，好，快点，好，抓脚底下，哎，咱们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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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怎么样，伤得重吗？没事。怎么样，还疼吗？本来不疼的，结果你啊笨手笨脚的，一会儿扎得松，一会儿扎得紧，不疼也疼了。好了好了，都怪我武功高强，也不怎么受伤，所以也不怎么会包扎伤口，手艺就差了点。我发现你现在啊是越来越厚脸皮了。我也没想到，那个以前老是说要打打杀杀，要杀尽天下间妖魔鬼怪的言语声，现在竟然住在了罗刹镇，而且还跟那些妖魔鬼怪成了朋友。那又怎么样？罗刹镇的每一个妖精，他们都是一心向善，那我当然要给他们一次机会了。而且血魔大哥说了，只要怀着一颗宽恕的心，你就能看见这世间最美好的东西。血魔大哥，血魔大哥，他一说你就听了。我平时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你一句没听进去。你以为就只有你能普渡妖魔啊？血魔大哥也可以的。而且啊，血魔大哥他一心只为妖怪好，不像某些人嘴上说是普渡，实际上呢，哼，别有用心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看到你对那些妖没有了成见，我也挺欣慰的。你欣慰个什么劲儿啊？燕赤霞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能解开这个心结，全是血魔大哥的功劳，跟你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哼，你呀就不要自作多情了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让血魔大哥帮你包扎伤口啊？
见过吗？没见过。好、啊。哎，这位大哥，你见过他吗？没见过。真是。哎，老板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那你有没有见过？不认识。哎，这位大哥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这个没见过。走开，走开，别打扰做生意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小欢姑娘。啊。宁大哥。啊，你有没有见过你姐啊？姐姐？对对，我求求你告诉我她在哪儿好吗？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。你说，你娘逼你娶月容，小倩才不告而别。那你和小倩现在？自从上一次我们俩掉落悬崖，幸亏小倩不离不弃，所以我才活了下来。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生死，早已认定了彼此，所以，我非她不娶，她也非我不嫁。这个你喜欢吗？喜欢。那就买这个吧。哎，好。我们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牵着手舒舒服服的逛街。小倩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离开？是，我离开黑风寨，你也忘掉狐族大仇，我们一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去过与世无争的日子，你说好不好？我也希望有这么一天，我们能够放下所有的这一切。不过，不是现在。我明白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无论去哪里，我都心满意足了。小倩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成亲。我没有娶杜月容，小倩，不要离开我！我，你干什么？陶静哥，你让我跟他把话说清楚。见一个爱一个。不要胡说八道。我是不是胡说八道？你自己心里面清楚。看他们刚才那个样子。闭嘴！宁大哥，你这么跑出来，老夫人会担心的。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宁大哥，我们还是算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宁大哥，人妖有别，你我注定不会有结果的，不如趁早了断。我们不是说好了的？今生今世长相厮守，我不管你是人也好，妖也好，我喜欢的只有你。宁大哥，很多事情不是你我之力可以改变的，你还是忘掉我，平平安安的过完下半生吧。小倩，你还在怪我是吗？可是那天你来救我，怎么救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被我娘左右。我宁采臣要是娶妻，那个人一定是你聂小倩，请你相信我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次？赌什么？就赌我们的缘分。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数到100，我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如果两个时辰之内你可以找到我，那就说明我们还有一些缘分。但如果你找不到，那我们就缘尽如此，不再相见，好不好？不，
如果你施了法术，我找不到你怎么办？我答应你，绝对不使用法术。怎么样？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是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能找到你。到时候，你就没有理由推开我了。好，我等着你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小倩，小倩，宁大哥，今生无缘，我们来世再见吧。大家都以为他们俩死在谷底了，其实那段日子，他们俩都不知道有多甜蜜呢。我早就说嘛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想一想，看刚才他们两个人的模样，说不定啊，早就已……好了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休想挑拨离间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小倩说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，陶静哥，你能不能聪明一点？你真的觉得姐姐跟那个书呆子会分开吗？你不要自欺欺人了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个书呆子还亲口跟我说了，说他们两个啊，经历生死，早就已经认定了对方，还说什么生生世世他非小倩不娶，我姐姐呢也非他不嫁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不明白吧？那是书呆子自己一厢情愿的。一厢情愿的人是你，好不好？人家连山盟海誓都许下了，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呢？气死我了！就算姐姐哪天把你给卖了，你还很高兴的在那儿帮她数钱呢，对吧？丁小环，你说够了没有？得得得，反正忠言逆耳，我知道你不爱听，那我就不说了。反正到时候伤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小倩，你忍心这样对我吗？走。你真是……小倩，陶静哥，小环，你们看到宁采臣了吗？没有。怎么，你们走散了？看见没有，看见没有，这才走了那么一会儿呢，就着急成那个样子了。真是情深意切哦。小倩，失望了吧？那个书呆子又不是三岁小孩，他不会走丢的。你有必要这么担心吗？今天难得我们出来走走，本来开开心心的，就这样被他搞砸了。
我听小环说，你们俩……陶静哥，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好吗？小倩，我不是个小气的人。你们俩掉到悬崖底下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擦出感情的火花，也是难免的。不过小倩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我们是从小一起走过来的。难道十多年的感情还比不过一刻的激情吗？是宁采臣还是我，谁值得你认真去爱？你应该慎重考虑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后悔一辈子。老实点，老实。快走！姥姥，我们抓住宁采臣了。宁采臣啊，宁采臣，兜兜转转这么长时间，你还是落到姥姥我的手里，这就是你的命。命吧，把他带回山寨，主人会大大的奖赏我们的。走，快走，放开我！快点！快走！小白脸给我留下！哼，你是谁？敢阻拦我树妖姥姥的好事，活得不耐烦了？笑死我了！你连我你都不认识啊？真是瞎了你的妖眼！你到外头去打听打听，没有人不认识。就算你不认识我，你也应该认识我徒弟啊！我徒弟姓严，她也是个女的。我们师徒俩是专门抓妖怪的。哦，那我认识。你就是那个死三八的师傅，赶快给我让开，要不然我要你的老命！啊呸！你竟敢说我老人家的徒弟是三八，小心我手里的钢叉发脾气！老东西，我看你活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，赶快给我让开，要不然我杀了你！让我让开也行，但是小白脸我得带走，因为他是我男人。啊不，呸呸呸！他是我徒弟的男人，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徒弟到底喜欢哪个男人，但是在我徒弟没有明确表态他喜欢哪个男人之前，哪个男人都得乖乖的等着他。我的话你明白吗？明白个屁！我没工夫听你废话，老东西，拿命吧！牛皮吹得嘣嘣响，原来就这么点本事啊！啊！呸！我是好男不跟女妖怪斗，我让着你，你看不出来啊你？呀！
你这个老妖怪，变来变去，把我都给变糊涂了。看来我不拿出我的看家本领，你还不知道我是在社会上混的。呀！喂，前辈，前辈。